你到底在国外经历了什么呀？就是大石烂这行的买卖啊，就我唱的最好听。真的吗？哎，那怎么队长来的时候检查作业，你一句唱不出来？寸拳吗？按说打拳头应该发力这么打吗？对，他不行。怎么叫寸拳？顶在这核头这儿啊，顶在这核头这儿。这一拳啊，是吧？哎，刚才各位啊，咱们一个直击灵魂，你说这个坑，你管不管？杀人不过头点子，谁说的？都按照狗夫摩擦汗。我问的不是这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咱甭听他的啊。咱把这个心灵上这个小刀刀拔出来，你们功夫捏一下干嘛呀？没什么问题啊。你我平时啊，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实在憋得没事儿干了，你干什么？我就玩游戏。这玩儿玩儿，注意点。什么？什么叫的？那是真的，我人家废话，我能真叫他吗？家里不来人不叫，正经一回，有人了怎么不叫？男师兄弟之间相亲相爱的，什么我就大刚动手吗？这有什么？妹妹，好的，兄弟们，过来。去把我妈喊下来，跟我妈说，儿子不能给他进校。我就回不去了，跟我妈说让我妈把我们家那只狗啊过户到我爸我妈名下，把那狗当儿子养吧。跟我妈说我就死在三庆看妈妈阳天了。自从他给我捧着，他找到了职业的新方向了。我每天给他捧完，我觉得这钱挣的真他妈容易。我人生最大的失败。刘备过江了啊，他打架，我唱什么卖什么词儿，我也忘。你演谁呀？我演刘备。你演刘备不知刘备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来着？主公赏马心不爽，擦。主公赏马心不。脑恨，你比孤王。哎，你唱的孤，刚才我叫你。